哦，我要帮他宣传，就是他在板桥开了一间新的录音室，然后如果大家想要录音的话，可以去找他，可以录 podcast， 可以录 cover， 什么都可以。然后如果是动物吉他社，可以免费之类的，开玩笑的。我可以开始。